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来吃一家早餐，它位于台中北屯区的景贤路，它就是一起早晨。他们家很特别的是，你可以自制你自己想要吃的汉堡，你可以选面包啊、主菜，然后配菜，然后酱料，四个你都可以选自己的喜欢的组合搭配。而且它的汉堡还有得过全国性的奖项哦，感觉很厉害。那我们就进去选汉堡吃汉堡吧，走。那我现在就来吃面前的五个，我的大汉堡还在做。那我们吃完这些就来吃大汉堡。它之后会办一个大胃王挑战赛，你可以自选五个汉堡，然后如果吃完五个汉堡就可以免费。吃完五个汉堡继续挑战一个大的汉堡，你就可以得到3000的奖金。你们如果来挑战是30分钟内吃完就免费。然后我今天来看我多久能吃完这一些，然后边吃边跟你们介绍口感。计时开始。现在吃这个早晨特制猪肉排汉堡，这好像就是有得奖的那一个。我觉得它的猪肉排很新鲜，吃起来多汁，很 juicy 那种，然后生菜也很新鲜，搭配着洋葱跟酸黄瓜。汉堡面包也是很好吃的那一种。第一杯是黑咖啡，我觉得不会苦，蛮香的，不会酸涩。第二个来吃经典美式牛肉堡，那牛肉汉堡肉也是吃起来很新鲜，然后很香的牛肉的味道。第二杯我们来喝豆浆。我觉得这不绿渣的豆浆喝起来也很香浓，不会有渣渣的感觉，我觉得蛮好喝的。再我们来吃酸辣鸡腿排汉堡。这鸡腿排是煎的那一种，它腌的味道很香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才过不到5分钟，吃完3个。再来是日式炸鸡囊鳗汉堡。大家知道我都最喜欢吃炸鸡嘛，然后这个五谷炸鸡腿排超爱。第三杯豆浆红茶。再烤最后一个是我自己选的特制丹麦吐司、罗勒青酱、炸猪排，还有生菜、起司片、太阳蛋、鲑鱼卵，这样过了不到7分钟。我觉得它的丹麦吐司外面那一层烤得很酥脆，然后这吐司吃起来很香，不会干的那一种。
我还没吃到肉。分开吃好了。这猪排加那个明太子桂鱼软酱，我觉得还蛮香的。这两个搭配组合蛮特别，吃起来蛮好吃的。喝口，9分11秒，轻松。再来要吃，这五个吃完就可以挑战一个大的汉堡。如果你来吃完，你就可以得到3000块的奖金。大的做好了，然后刚才把小的吃完，所以现在就拿来比对，觉得大概是4-5倍，一定有。这个是它的4-5倍，然后等一下又要吃这一个，那就继续计时。如果你吃完五个小的，然后最后一个大的30分钟内吃完，你就可以得到3000块的奖金。继续哦，忘了讲这个大的就是明太子经典牛肉堡，明太子酱的，那就继续开计时。过了13分钟，我们挑战15分钟把它吃完，用一半的时间。最后一口。原来还有薯条，还有2份薯条。喝一口了，16分35秒，用了16分35秒吃完5个小汉堡、1个大汉堡、2份薯条，还有7杯饮料。饮料可以不用点啊，可是挑战内容你饮料可以不用喝，可是你可能会先过期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喝饮料。对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挑战成功，那你就来挑战我吧，挑战我。
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并且开启铃铛才会收到我上片的通知哦。想知道我更多资讯的朋友，可以搜寻我的脸书粉丝专页，还有 Instagram 大卫王丁丁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